你好，我的名字是陈红，这是 IDL Service 的办公室，我们欢迎您在我们迈阿密总部 Florida。 今天我们要了解更多关于 IDL 国际执照。我们的国际执照是你国家执照的翻译，它有两种格式，非官方小册子，有九种语言的翻译和酷谷的非政府身份识别卡。这两份文件是你的国家执照的补充。这样做的好处是以帮助语言不通的您旅行到另外一个国家，在美国跟你的国家执照，你可以为你的爱车买到保险。让我来解释一下。首先，我们的手册很简单，你需要用相应的语言最后一页的信息进行比较。这里是西班牙的例子，名字、地址、出生。我们的文档配有先进的非政府 ID 卡，你可以用你的手机访问多达16种语言。让我来解释一下，您的手机和扫描位于 ID 卡背面的 QR 代码，你可以在一个安全的 SSL 网页使用你的密码访问您的信息，并访问您的个人信息的倍数语言和国际执照的数字拷贝。这份文件帮助你们租车，你们也可以买汽车保险。你们应该申请你们的资料，很快，很简单，没有考试。最后，我们有国际快递，这文件真是太好了，是为所有想开车在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很好。致电13053900461了解更多信息，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.internationallicense.cn。 谢谢，祝你有美好的一天。